爆出100万块，改造房屋震累啊！今天收到了粉粉的委托，要我去帮帮他改造房子。事成之后还有星钻获得。巨无敌冷冷的冰雨，在我身上胡乱的拍。是这里吗？这是哪里？你先别管，重要的是我好冷。这屋子太破了，你就是小王子吧，快帮帮我！这屋子这么破，星钻估计是幌子。嗯，算了算了，谁让我人帅心善呢？ 先给你缝补一下屋子吧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快把其他地方都修补好。我办事你放心，我再帮你把漏水的地方补一下吧。好多积水呀，也帮你清理干净吧。还有这么大一块石头是干啥的呢？应该是上面的积雪导致。 可算是全部弄好了。好冷啊！快给我被子和火。先把柴火给点燃。好好盖着，别着凉了。嗯，这怎么来了扇门？哼哼，其实刚刚的一切都只是我对你的一场考验。祝贺你通过了我的考验。如果接下来你能帮我改造一下这屋子，那这100万是你的了。怎么可以骗人？ 小王子哥哥，你如果完成了，我让我全班的人关注你。那好吧，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。还有地板，为了粉粉，为了果冻，我要拯救世界。 我堂堂小王子，为了粉粉，隔着干苦力，可算完工了。